果贴。抱抱好，快去写作业。好的，抱抱。这个贴纸真管用。果贴。老大好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们的老大，我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小雪，你去买零食。好的。小拜，你去把黑暗魔王的游戏机拿来。知道了。大宝老大，我要干什么？哎呀，天气好热呀，你去把空调搬过来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太好了，有了关系贴纸，我什么都不用干了。大宝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老师，你怎么来了？当然是找你的。作业写完了吗？拿来我看看。眼镜老师也太严格了，哼，让你尝尝贴纸的厉害。我贴。大宝，好久不见呀，我可想死你了。昨天不是才见过吗？因为我们是好朋友呀。对了，我们去游乐园吧。天气太热了，我哪儿也不想去。那我去给你买冰淇淋。老师终于走了，趁他没回来，我得赶紧离开这里。终于安全了。爸爸，终于找到你了。你们怎么出来了？作业写完了吗？写完了。爸爸，我们是来找你要零花钱的。我没钱，别找我要。可你是我们的爸爸，不找你要找谁呀？这我管不着，你们快走，不要跟着我。爸爸，你太过分了，我要给你打零分。我也给你打零分。老大，零食买回来了。哇，好多零食啊。喵喵喵。好辣呀。小雪，你买的零食怎么都是辣的？老大，你不是最喜欢吃辣的食物吗？我没有买错呀。可是这也太辣了。你走吧，我不要你当我的手下了。老大，你太过分了。老大，给你游戏机。太好了，终于可以玩游戏了。大宝，你竟然敢拿我的游戏机，真是太过分了。不是我拿的，是小贝拿的。可现在游戏机在你手上，我一定要好好教训你，黑暗之力。哦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。老大，你不是很热吗？快来吃空调吧。不够不够，再开大点。我开。还是不够。我再开。老大，别再凉快了吧。好冷呀，小妹还把空调关上吧。不关不，这么不管用，难道是坏了？算了，我们还是回家吧。大宝，快来吃冰淇淋。老师，我已经感冒了，不能吃冰淇淋。不行，这可是我好不容易买回来的，必须吃。那我回家吃，就在这儿吃，要不然你就不是我的好朋友了。我怎么这么倒霉呀，早知道就不使用贴纸了。